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写对联，表演者正好谢天顺。哎，德云社的相声专场，一场啊接着一场，是这一场把谢天顺老师换上台来。哎，现在该我表演了。大家很喜欢您。哦，有的观众，对，我也很喜欢您。呵，那我谢谢您了。我认识您这么久了啊，哎呀，从心里往外佩服您。嗨，我有什么可佩服的呀？我这一辈子没佩服过谁。哎呦，你瞧，我只佩服过两个人，您排名第二。嚯，你瞧，那头一位是西门庆。真男人啊！累了，你歇会儿吧。男人要都像他，北京新兴医院就关门了。哎，你啊，你歇会儿吧。你捧了半天，喜欢您。行了，什么喜欢？喜欢您，乐意跟您呢、啊，这个相声演员啊，在一块儿聊天。您这这么聊着聊，我也奔新兴医院了。您这。您这别乐意跟您说个笑话啊！您这还这还说笑话倒行、啊。认识这么久了，嗯，您肯定不熟悉我，我没自我介绍过。你看各位朋友不知道，他老到后台来串门，我还真没问过您是干什么的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您是我呀，嗯、啊，是一个文学家。哎，啊。行行，就到这儿。您一点学问都没有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哪个有学问人还这样？我是玩意，什么呀？您这是文学家，他的文学上是巨人，在生活里面他也是常人呢。您这常人，您作配什么的，自个儿注点意。我的修养不体现在举止言谈上，您属于不拘小节。我体现在我的作品上。哦，有作品呢。哎，今年我就很有感触啊。啊，那您说，今年雨水特别少，哎，比较干燥。就拿冬天来说吧，嗯，只下了一场雪。哎，咱们北京可不就那一场雪吗？我很有感触。怎么？写了一首七言绝句。哦、雪赞。哦，就您说下雪的时候您写了一首诗，七言绝句。哎呦，可是赞雪不漏雪。你看里边没有一个雪字。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您这就是赞雪的时候里边没有雪字，赞风的时候里边没有风字，赞雨的时候里边没有雨字。然也。那您的学问大了，难度也很高。那是是是，我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嗯嗯，七言绝句啊。对对对，只有四行，可不绝句吗？区区32个字、哎、要表达作者的感情，这就有一定的难度。我说哎，文学家，像我这样文学家，您是不是数学差点啊？什么文学家呀？啊，怎么了？七言绝句四句，您愣说出32个字来了，您这什么数学底子？这是？你就记住七言绝句就可以了嘛。七言绝句我知道有这个程式啊。诗词要听它的优美，啊，这实话，这是我这个词句就很优美。那行了，您就在这给大伙念一下吧。七言绝句，我们听听啊。第一句，嗯。赞雪吗？天上一阵黑鼓隆咚，天阴下来了啊！我说数学家，没您歇会儿吧。这要做买卖老赔本这个。我说您等等吧，什么？您这七言绝句头一句就8言了。这个人好开玩笑。我说谁？不可能。怎么可能呢？不
不能，怎么会是这样的？不是您这，您说是七言绝句，您头一句一念出来，我听了就是八个字儿了。对呀，怎么对呀？我刚才是不是说过32个字？对，这倒实话。对，您刚才四几三十二啊？四八32啊？哎，你就听词句，这八言，懂吗？绝句还有八言呢，你知道？听词句它美呀。哦，对对对，您第二句，第二句啊。好似薄面往下扔，雪呀降落下来。那行了，可没提雪。不，您等等，您先别下雪了，您雪等会儿吧。您这第二句可是七言，怎么能够呢？没错，绝不可能。您头一句那是八言，第二句您又改七言了。对呀，没啊，你听说过八言绝句吗？不，您的第一句是八言。你欣赏词句，它美就完了吗？七言绝句吗？哎，行，七言绝句。第三句美呀。您接着念第三句。坟头儿倒比馒头儿的个儿大呀。坟头下的雪是白的，馒头也是白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但是它个儿行了，你我解释一下，这我连数都不数了，十个字都出去了，这还数什么呀？这个怎么会呀？这还怎么会呢？这坟头儿啊，倒比馒头儿的个儿大。不，您这一听就别数了，就是这。怎么还七言绝句啊？您这怎么会是这样？坟头儿倒比馒头，坟头儿，坟头倒比馒头大。行，七言绝句，七言绝句。行了行，最后一句。太精彩了，井是大窟窿。你呀，你外边淋淋雨去吧，你这时候得教教了。我告诉你，5个字儿，七言绝句。嗯，我说了5个字，我说完了吗？我这还怨我了，这没言，往下。井是大窟窿。哇塞，这哇塞也可以搁头了，哇塞井是大窟窿。您是不是该吃点大米饭去了？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啊，大家听了吧。啊，什么呀？谢老师这个人，别看说了这么多年的相声，什么不会玩笑，你跟他没法斗，听出来了吧？什么？你等等着。开玩笑，头一个开玩笑不懂，二一个开玩笑还不懂。你这么些年了，你怎么说的相声？不是您刚才跟您开玩笑没听出来，二一个开玩笑还没听出来。嗯，哦，您这等于跟我开玩笑呢？你以为呢？我是文学家呀，我能说这样话吗？行，哦，对，等于您那几个诗词是逗着玩呢。那你说跟您见了面了，不得开个玩笑高兴一下啊？哎，就这么说倒对，你看是。我确实是文学家。哦。但是我这个文学呀，我并不是在诗词上。哦，那您侧重于作对。跟谁作对呀？得谁跟谁作对？哎呀。我这个人啊，不行了，你坦诚啊，不行了，您这大壮，这不是沈阳，您这别给我们耍胳膊根行吗？哪儿的事儿啊？怎么你，那叫写对子。你怎么了？是
那过年不贴吗？啊，不都贴吗？是啊，对不对？这边一个字，这边一个字，啊，对字对字吗？这边两个字，这边两个字，是这边十个字呢？这边也得十个字。哦，这边13500，这边13500，他都得工整。不，哪副对子10000多字啊？脑筋不快，你买两份一样的报，这边贴一张啊，这边贴一张。行了，又跟我开玩笑了。您要说您这个人呐，咱这个说话咱不能老有负担，轻松的谈话。轻松轻松。这么说啊，今天在这个地方什么？你现场你指什么地方？我现场给什么地方就能写出对联来。您不是说啊，您这个即兴的这我知道啊，您要敢说这话那您这胆儿又大了。我有底。那我还有底。真能这么写？太能了。那行，那我试试您啊。嗯，哎，就门口这儿。嗯，刚才我看一个卖煎饼的煎饼车，来副对子我听听。我是文学家呀。行了，我知道你给煎饼，那把您吃煎饼得洗手去，我告诉你啊。我做出来它往哪儿贴呀？它就有一玻璃框子，左边上联，右边下联，横批呢贴煎饼上。哎，不当薄脆。不真的不让它贴，我就会试试您的文化哦，看我能不能写。哎，这个嘛，给煎饼摊写。哎，煎饼摊听着啊。啊，上联。上下联。撑圆面稀刮开大。琢磨去啊。不是甭这得有生活啊。这怎么生活呀？这个饼撑见过啊？我知道饼撑是圆的，煎饼我们天天面都是稀的，刮开了它可是大的。撑圆面稀刮开大。上联。下联呢？葱多酱少卷上长。这怎么回事？葱可以多放它提味儿，嗯，酱要少刷它咸呐。饼是圆的不是吗？卷上了它可就变长的了。啊，这说的都是实话。你看看横批是越吃越短。您这都废话，您这不是怎么废？有越吃越长的吗？有啊，贪吃蛇，哎，吃个鸭梨长一块，哎，是吧？哎，吃苹果长一块，后撞墙了。行，您这都什么呀？你这越吃越短。这饼越吃越短。行，我们知道这意思就行了。行，对棍儿。出剧场斜对过公共厕所来不对了。你没去过什么高雅的地方吗？您这文学家可不就给那儿写吗？来吧，你见过厕所贴对子的吗？哎，这不也是试试您吗？考我啊。行，我给您写一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。来，我们听听啊。厕所的对联。嗯，上联啊，贞洁烈女到此宽衣解带。真三俗，我看你说那地方就不老高雅的，就甭管你人生观什么样，多么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女人到那地方都得解开。行了啊，要不然拉裤子。别往下讲，我们懂啊。哎，下联。英雄好汉来这儿低头哈腰。这怎么呢？不管这人在外边多横，到这儿来都得这样。你要这样就出了下去。行。这有横批吗？有啊。什么呀？先拉后擦。
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你要先擦后拉，你就出不来了。我听您这对子真长学问，我说。您又不干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看，行，也有啊，也有犯的错误的，少是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找我了，这学问人。行行行行，我听听您这样啊。嗯，先拉好我，拉过我，等，胡同里头，啊，剃头棚，来，我听听，我就愿意给那地方写啊。剃头棚有什么？听着啊，啊，剃头棚，嗯，灯红酒绿，裙子短，这什么呀？剃头棚，剃头棚啊，你没见着？哎呀，闪！哎呀，姑娘穿超短裙，哎，我说的是上半截啊，我说裙子上截，你别想歪了。您这等于又进了厕所了，哎、您这是什么？灯红酒绿，裙子短。啊、嗯，下联，下联，搔首弄姿，请进来。横批呢？小心警察。哎、这要没有生活，你写不了这么准确。艺术家他得体验生活。我好、啊，你还真不易，没逮着。等等，我说剃头棚那懂？就剪头的。哦不不，您那是叫发廊。你说那现在没有了？那老头拿刀子刮的那个。老头还能挣钱吗？哎呀，非得剃头棚？我们就听剃头棚呢。刀刮那个。哎，听着啊，剃头棚是吧？嗯、说。进门来，乌云秀士。这是上联。这说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你不要刀刮来的吗？啊，逢是要刀刮的人啊，都是有头发人才来的，对吧？进门来，乌云秀士，都是头发黑的吗？啊、哦，行，下联呢？出门去，薄面书生，刮完了，哦、没有黑的了，干净了，这是啊、哎哦。横批不剃眉毛。这一语双关啊、嗯！第一，剪头没有剃眉毛的；啊、第二个，光头人家已经不剃了，不剃没毛的。啊、哎，好，哎呀，哎难得住我、啊，你看看，真有说的啊，哎、有说的。哎，今儿你看啊，嗯，这么着吧，今天来的各位朋友，嗯，写副对子，给在场所有朋友写啊，写没问题啊，咱事先说一下什么？横批就免了。哎，要不要别介？是吧？咱们主要听这个文学性啊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就听听那个越吃越短的横批。您来了，甭客气。非说横批啊？那来了。那万一你这是谁到时候把茶碗撇上了？那，你来点好的呀，我听听啊。给朋友们写。啊，给朋友们写。上联啊。啊，上联。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遇事儿别往心里搁，这是什么呀？上联啊，什么事儿该吃吃该喝喝，什么事儿都别搁心里头。啊，这是上联。哎，下联，泡泡澡，洗洗澡，舒服一秒是一秒。您这倒跟那发廊挨着合着是吧？要会生活。哦，行，横批。多福多寿，多福多寿。不不不，怎么这横批这么好啊？我怕挨揍。哎、好，这也有怕的地方。当然了啊，给自个儿写副对子，我听听。写我自己啊，张口就来呀。说，生的一副书生气质。下联学就满腹经纶文章，横批心好男人。2009款。好，还真不错。你看，就着你这不错呀。嗯，给我来副对子，给你写。哎，给我来吧，现成的呀。啊，有。本人已死，哎，有事儿烧纸，哎，小事儿招魂。大事八坟，哎嗨，横批僵尸出笼。我
你这个用他身上太合适了。不，艺术性很强。哪儿的对联搁我这儿了？这你不要写挽联吗？是谁写挽联？对联，你想怎么的？我想怎么的？喜庆，高兴事儿，明儿结婚。你结婚了啊？哎呀，这大笑话，他说太好了，这个啊，太可乐了。你结婚了？写对子，给你写副对子。哎，听着啊，上联啊，什么？亲朋贺喜百余位，你结婚来一百来人。下联。新娘携子两三人，哎，横批好啊！什么横批呀？进门当爹。